这是留在我阿妈肩胛内底皮血组织的检验报告。报告的结果是，皮血组织不是我阿妈的，是别人的。阿哥的肩胛内底竟然有我的皮血组织，所以嘞，所以就证明，黎明阿妈下落去时阵，有人在伊身躯边，这个皮血组织的主人，就是害伊的凶手。这跟我有什么地带？刚刚你认为讲迄个人是我，敢不是？大便有人出意外，你拢伫个。顶边我阿姆，伊老体你嘛伫个，抓狗你嘛伫个现场。即摆我阿妈出代志啊，嘛跟你有关系。但重情搁若无唔对啦，所有的人你嫌伊上大。你讲啥话？无证无据，莫安尼乌白母老妈。恁若是要找凶手，去找一个较合理的对象。恁安尼把垃圾水泼到阮妈身上，到底算啥？既然你坚持你家己是清白的，那恁即马就对我来做比对啊。看丽萍阿妈的指甲内底，迄皮屑组织是不是你的？咱嘛唔免伫遮大细声拍歹感情啊。就算是警察要敲人的厝，嘛需要搜索票。凭什么恁阿妈配合，我就爱配合？卡叔一开始恁好好讲，可能我阁会答应。啊，不过恁这尔无大无细，我偏偏啊不爱。阿姨，我是咧替你洗清嫌疑呢。那换做任何人啊，为了要证明家己清白嘞，绝对一声就答应啊。因为大家拢知影，愈固执，就代表愈心虚，唔敢面对。好啊，真正是愈讲愈恨呢。你莫用这款态度对我妈讲话。迄嘛是因为伊的态度直接就反常的，我才安尼。明明就是去做比对，就来解决代志。伊煞哦找一堆理由来推辞，让我更加怀疑伊是做贼心虚。阿姨，今日不管安怎，你拢要对我去做比对。行，跟你讲，行，放手。你怕我？你挡我吗？我就对你无客气。好啊，咱就来相拍。你若是啊，就你妈带走；我若是啊，我就带咱来做比对，够啊！来啊！我绝对袂给你机会，去我妈！你有要紧吗？罗志涵，你起啥？罗！你哪个？你是哪煞袂？阿哥哥都伫咧遮，恁伫伊面头前相拍，安尼算啥？恁两真正足超过，原来对我去卡挡车，连志汉都互恁拍受伤啊！志汉是为了要保护你去做妈妈，你若是真正唔甘意，先做你们家去做比对。刚刚看伊两个互相相拍，你到底是惊啥啊？惊恁像是小刚了白家人啦？奇怪呢，明明是恁家己傲慢不爱讲道理，煞替人话救人。我警告恁哦，以后若是搁甲卡着我，也是志汉，我绝对会对恁退过。你拢受伤安尼，会听无？无要紧啊！啊，不过你根本就无需要甲伊相拍啊！为了因妈的检体，可以加拍几拳啊，嘛有价值啊！所以你拄则也是超过伊甲伊起冲突啦？是啊，咱即马有检体啊，咱就马上替伊甲皮血组织做比对，咱就当知影阿姨是毋是有咧讲白贼啦？妈，亚杰俩，你敢有看到伊啊？无啊。哪会安尼啊？什么人安尼？我才要问你嘞。早起我想讲，我要约伊来看丽萍，伊就关心要甲你去拜拜，要替丽萍祈福。后尾我想讲要传一个简讯问伊什么时阵要来，结果伊无回，啊，你打电话嘛拢无接呢。科长，你甲姑姑妈咪是去拜拜呢，不是去饮酒，哪会安尼？
我确实是有甲亚静去庙里拜拜，替阮妈祈福啦。啊，不过拄好伫遐拄到一个里长，伊伫办一档要行愿的，啊，主意是我挑我卡，伊就关心我叫人罢免的代志，所以就邀请我去甲遐人拍招呼。啊，不过亚静无甲伊啉酒啊，所以伊就先离开啊。虽然我嘛袂放心，互伊一个人先走，也毋过为着要甲遐条仔卡顾掉咧，我嘛只有留落来啊。哦，大家用，大家用啊！陈总都来啊！哎，好啊，先甲吹了。哎，等下。好，欢迎，多谢多谢，多谢各位啊！啊，在座的各位啊，拢是为民服务的里长，也佮有民意代表，嘛拢是我上界尊敬的人啦。来，一杯啊！我先来敬大家哦。我就好大哦，好，水开啊！哎，咱里长啊，哎呀，咱伯伯拢世代呢，希望你以后多多给我支持啊，拜托你哦，啊，一杯哦，我敬你哦。啊，多谢。因为我啉啊足香的，又果是高酒，所以我真紧就醉了。我走去便所吐，吐完了也是足醉的，然后就倒伫便所内底睏去啊。像啊，啊你是睏去啊？紧出来啊！我要便所啦！哦，吵死啊！真正是。原来是你哦！你若袂忍哦，莫共乌林烧酒啦！啊你忍啊！占便所要占几点钟啦？啊你好意思吗？什么才几点钟啊？小阿妈啦！啊你是跳工要甲我弄？对啊，我就是跳工的，我就是看你袂顺眼。啊啦！哼！后来我醒过来的时阵，人就已经在附近的诊所内底啊。这是倒位？啊，头壳来真热天。这是诊所嘞，我来底下。吴理事啊，哎，请问一下哦，我现在在伫遮，还阁有啦，我的头壳哪会受伤啊？你啉烧酒，嘴甲人相拍，去便所弄着头，是庙主意甲你送过来吃的。是哦。对啊啦，啊，恁敢有联络阮太太啊？伊敢知影我伫遮？无清楚呢，你先倒落，电梯也吊好，你就会使回去啊。袂啦，胡律师啊，麻烦你啊，替我把这个电梯给搬掉，我还有重要代志要先去处理啦哈。后来我一直联络亚姐，拢联络袂着啊，我就就是讲，伊是毋是向受到干妈你约伫遮，伊就先转来啊。要不过伊根本就无来啊。姑姑妈咪嘛无甲我联络啊。亚姐哦，伊做代志袂安尼拢无交代啦，这一定是有啥物状况。你看咱是不是要紧的报警啊？请问这是朱丽萍女士的病房吗？啊，是啦，我是好心，请问什么代志啊？委员你好，是安尼啊，本警察局昨下晡七点四十八分的时阵接到一通报案电话，这通报案电话是朱女士卡过来，虽然卡过来时间只有一下啊，不过本警方也是照例。来过来关心一下，
委婉，敢会使麻烦你看一下恁妈妈的手皮啊，看有这个童年记录无？真麻烦了啦，要怎骗人讲无啊？啊，确实有呢。那那雷平英，伊都不是发生意外，一定是遇到什么危险，所以才想要报警啊！警察，麻烦你，你要替我查清楚。是啦是啦，既然今麦有新的线索。那呢，都麻烦你了。这件代志，我会立案调查。啊，对，还佫有一件代志，我要麻烦你。我的查某囝叫做王雅杰，伊今仔日早起吼，去北海岸遐拜拜，然后就失联啊。我敢要当麻烦你，嘛替我查看卖咧。我安夫人的代志，我可能有线索。阿强，你知影阮太太伫咧倒？你知影我查某囝伫倒？是安尼啊，我的朋友伫咧北海岸开前店啊。啊！我去找伊的时阵，看到登记簿顶端哦，有王雅杰的名，因为甲胡林共名共姓，我来甲问一下。啊！你朋友安怎讲？伊讲，这王雅杰差不多是中昼11点半时阵去租借设备，因为上久无转来，我的朋友甲讲出什么代志，就去警察局备案啦。我想讲，我实在委员在同意者。雅杰走去畅水。啊！委员阿婆之前阁找我做伊的潜水教练啊，你敢是今日又要去耍？哪有可能啦？你嘛知我妈的状况啊！我甲雅杰根本就无迄个心情啦。啊，若无早去拄到你的时阵，就会甲你讲啊嘛。啊，是讲雅杰是安怎会一个人走去畅水啊？阿强，敢会只是单纯的讲名讲姓？我甲我朋友讲，胡林是做甚物款啊？啊，伊讲就是忘掉。哎呀，你阿妈。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啊？哪会安尼啊？雅杰去畅水的代志，无应该有其他人知影。明明阮都有家己早识别过，是安怎雅杰会雄雄走去用租的，搁这尔拄好去有教练知影？原本是一个完美的计划，竟然会出现破空，真是麻烦啊！歹势歹势，我毋是超过伊甲你吓惊啦，我是要离开时阵看你一个人伫遮，感觉你受过艰苦啊，关心者。拢是你，才会害我的计划出现变化，你竟然搁来。六位，哦，我无代志啦，我只是形容感觉强要无得喘气啊，所以才会走来遮小休散者。是的啦。我向来报消息，你是不是感觉我就假报了？你哪样嘛？我就看你不是跟黄叶同款啊。哪会啦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呢。我感谢你拢袂赴啊，若不是你提供这个消息，阮到即摆还阁唔知影伊也是行踪呢。而且，伊就有可能拄到危险呢。唔知伊也是哦，即摆是不是足惊吓、足无助的？我煞无在飞碟身躯边啊，我。放心啦、啊，我相信胡林一定吉人自有天相。要不过你不是讲那个氧气瓶已经超过使用的时间啊？人家有表示那里底已经无氧气啊呢？那效果会安怎？我真正不敢想啦。你先莫想遐尔啊多啊！照我的经验哦，一定是要浮起来的时阵拄到海流，海流甲愈传愈远啦。就算讲伊真正无氧气啊，啊照我家己的 CESA 去做，再加上放伊嘛有浮力啊，应该够机会当获救的。听你安尼讲，我心肝内都较好过啊啦。海生啊，我还有代志要忙的，我先走。哦，请慢。人讲这鸟车上惊的，不是鸟啊，直接甲捕死。是惊讲哦，这鸟倒倒啊算，倒倒啊算，算到这鸟车上惊死，我都死，想要活我都。为了打打算。